这几次的入围都请同一个设计师林威老师为我设计。那因为我的专辑是这次是爵士复古，所以我希望呈现给大家的有别上半场的那个羽毛装，希望这次呈现给大家是不一样的复古感，所以我用一种中古世纪的半胸造型呈现给大家，然后再搭配水晶鞋，对。我其实也是觉得他们一直都是我的 lucky star， 所以我希望这一次能够有他们的陪伴，能够有机会一起拿下奖项，谢谢。Hello， 大家好，我是何浩晨。Hello， 大家好，我是李国毅。Hello， 大家好，我是郭书瑶。Hello， 大家好，我是李易杰。一直觉得处女座跟水瓶座应该蛮不合的。真的吗？对对对，可是后来。